关晓彤、鹿晗同游日本，一前一后分开走，真不愧是一对低调的情侣啊。近日又有媒体和网友拍摄到了鹿晗和关晓彤一起出游日本的画面，好久没看到两人的粉丝和网友也是非常的激动。据鹿晗的粉丝解释，说是讨论三旬事宜，没想到鹿晗还能边工作边和关晓彤一起出游日本，真是太浪漫了。当天鹿晗身穿牛仔外套，内搭粉色卫衣，他的头上还戴着棒球帽，看上去十分帅气，少年感十足。只不过鹿晗也许走得太匆忙，看起来有点驼背的感觉，也许是拍摄的角度问题，也许是鹿晗赶忙走进机场，怕粉丝和媒体拍摄到。还记得昨天网上爆出的关晓彤在机场的机车皮衣造型，真的是不忍直视，整个人显得十分壮实，那么美的小仙女穿出了健身教练的感觉。但是从今天爆出的图片上来看，关晓彤和鹿晗似乎身边都有助理随行，尤其是鹿晗，一同前行的大概有两三个人。如果单纯只是小两口出游的话，应该不会带着助理一同前行的。